第一次听到宝宝的心跳，好神奇啊！果然还是要自己当妈妈了才能体会得到。看到你朋友圈了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叫我一起去？从什么时候起，妈妈不再是我第一个要分享的人了？小西啊，你妈妈看看这个照片，这个你问爸爸。我照片书本。啊，小西，哦，你跟同事在外面吃不回来了？妈，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？都不和妈妈说啊？走，上去吃饭去。不用了，阿姨再见。回来了，小西。妈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？快出去。好。我似乎忘了，曾经他就是我的全世界。好呀，那妈妈以后啊就有花裙子穿了。他是不是也常常怀念这种细绵着心的感觉？妈，这是今天做 B 超的时候听到了宝宝的心跳，我要第一个和你分享，晚上我回家吃饭。You make me better.